豪范优助队同魔圣使者队决战，但系桑原受咗重伤。另外，飞影同蒙面战士又被大灰隔离。藏马虽然展示出佢无比嘅实力，喺两个回合分别打低咗瓦魔同冻子，但系由于受咗重伤，所以第三个回合面对爆拳已经无力反抗，任人鱼肉啦。优助嘅愤怒之拳。呢个人而家仲未算输，可以继续打落去。快啲停手啊！终于可以追翻局啦！停手啊！如果再咁样打落去嘅，藏马选手就会好危险，分分钟连命都冇啦！我而家要开始数十下啦！快啲同我拉开！我参加呢个比赛目的纯粹为咗攞人命。你认命啦！我而家呢拳要打到你永不超生。藏马！咩话？叫你停手，你听唔听到啊？李章，点解要阻止我？如果你喐亲手，就即刻会冇命噶。你睇下后边先啦。佢唔系同你玩嘅，佢明知违反大户规例，系会被场外所有妖怪围攻，招致杀身之祸，都要使出灵丸。我哋参加比赛目的就系赢，根本冇必要下下要攞人命啊！由佢咁天真都有嘅，冻子同瓦魔两个咁蠢，其实据我话，除咗赢之外，仲要赶尽杀绝。算啦，俾翻件废物你啊！藏马选手佢已经完全冇晒战斗力啦，我而家宣布呢个回合胜方系爆拳。壮马，这个壮马竟然可以执翻条命，应该用嚟形容你哋。我是说执返条命的应该是你们班妖怪才对。其实在刚才最危急的关头，想出手的不单止是优助一个，还有飞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全场的妖怪和你们都很麻烦。你即是说你们现在混在我的魔杖里面都还可以攻击到我们？我劝你都是无谓再死顶了。其实你一早就发觉到我们两个并不是好像你想象中那会一直被混在这里。你的妖法迟早都会被我们破戒。这样的环境都轮到大英雄互相上阵。求心你啦，桑仔，悭翻啖气啦。系啦。你啲究竟系咩眼神啊？以为对住我系咁眼泥泥，我仲要惊你咩？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一路人马嚟啊？我净系知道你系嫌命长嘅啫。系啊，开始！
以为我有一种好奇怪的感觉。乜嘢奇怪的感觉啊？睇佢谷到咁嘅死样，似乎系想出绝招咁啊！究竟呢个爆拳有冇本事可以打赢唐范幽助？佢一定可以打赢嘅，因为佢有招好犀利嘅绝招。就快有得睇啦！你喺度搞咩啊？都仲未曾喐手就已经大汗搭细汗，搞到缩晒气咁，不如睇下医生先啦！死到临头都唔知，真系白痴！修罗忍术，白烟之舞。不是吧，忽然间咁大雾嘅？呢啲就系嗰个爆拳嘅必杀绝技嚟啦！真系犀利啊，咁大雾啊，系臭汗味啊！爆拳选手真系犀利啊，佢流出大量嘅汗水，然后蒸发成烟雾，而家全场俾一阵大雾笼罩住，有助选手而家形势好不妙，因为太过大雾，佢睇唔到对手喺边。激气啊，蒙查查咁点打啊？佢究竟喺边度咧？原来在那里。以为咁容易被你估到我在哪里，不好冇面死了。点啊，完全冇还手之力啊！你嘅命运同撞马一样，喺我无视者爆拳嘅烟雾同双拳之下，你只不过系任打唔嬲嘅沙包嚟。知道自己输紧，所以喺度傻笑咧。我系笑我自己太紧张啫。原来你嗰啲只不过系花拳瘦腿嚟，撞马再挨落去都唔会有咩危险。嗯，讲到实力，你比你嘅队友风使者阿阵差好多皮啊！咩话？用臭汗谷埋啲臭烟出嚟，阿阵系咁要吹一嘢都可以吹散晒佢啦。你嗰啲所谓绝技，只不过系博大雾乱咁出拳帮我松骨嘅啫。你收声，你个死靓仔！只是在这里得把口，难道你可以制造啲风出来吗？看出来我这拳就要打到你魂飞魄散了。傻咗啦！竟然向反方向发射，哇！哎呀，点会咁噶？发生咩事啊？我都咁噶。我唔知道咁噶，系咯系咯，点会咁噶？可恶啊！炸散晒我啲雾。哇！形势真系峰回路转啊！豪范幽助一招凌远，就将爆拳嘅浓雾炸得散晒啦。激气！佢究竟走咗去边度咧？你喺边啊？喺呢度啊！我俾个机会你拧翻转头，我份人光明正大，唔收似你咁鬼鬼祟祟嘅。
我而家明打你，一拳就打到你一撇屎咁啊！哇！大口气！是不是好舒服啊？你帮我松骨，我同你插骨。唔好再打啦，我个肋骨真系断咗，呢啲冇办法可以打落去。你头先咪一样趁撞马受咗伤嘅时候想攞佢命嘅？我正话只不过系一时冲动嘅啫，所以我唔系有心噶。讲真啦，你同我一样都系格斗嘅专家嚟嘅，你应该好清楚打紧嘅时候好多时都唔清醒噶啦，系嘛？我是讲真的，以为不交到流马尿啊？你讲得啱，我都好明白嘅。我绝对相信你喺当时情绪激动，唔系好清醒。所以你根本就唔记得你曾经对撞马做过啲乜嘢啊！哎呀，既然你失咗忆，就等我提醒下你，帮你恢复记忆啦！我而家开始数十下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啲料到啊！三，你一场胜方嘅优助。啊！点啊，撞马，真系好对唔住，我仲谂住希望可以打低三个对手添。伤成点啊你？伤只系小事，最麻烦就系我仲喺身上边嘅前身草，因为佢系魔界植物，要多啲时间先可以清除。我今次真系可以话自己种下祸根。你好好地休息一下先啦，剩翻嗰两个我会连连拿拿搞掂佢哋噶啦。优助，你一定要小心啲先至好。正话嗰三个人。只不过是这一队之中最差的三个来的。跟着那两个才是大将级人马。好了，用枪歇少一点。难以置信。飞鹰体内的灵力渐渐咁恢复翻，唔知系咩原因？佢嘅右手本来残废咗，已经冇可能再用，但系估唔到喺呢个魔杖里边竟然会慢慢复原。而且喺刘家解开咗呢个魔杖之后，飞鹰一直抑压住嘅灵力就会爆发出嚟。呢一样嘢刘家已经发觉到，所以佢哋进退两难。快点啊！快点啊！喂，呢个叫阿俊嘅细路，系咪净系识得控制啲风噶？佢仲识唔识得其他嘅功夫噶？应该唔识第啲嘢啦啩？咁就放心啦。萧元君大人啊，大战当前，你唔应该来享受噶。咁啊系嘅。啊，得、啊。
咗啊！阿振佢终于都出场。哼！而家风师姐出场啊，呢个蒲凡幽座真系唔死一身散啦、啊。因为正话嗰三个不过系呢队人之中嘅卒仔。九十句。等乜嘢喂？等啦喂！快啲啦，30句。快啲喂，等乜嘢啊？目光好锐利喎。快啲打！打佢啦！你哋真系烦死人啦！咁肉紧啊，你哋自己落嚟打。喂，你睇唔睇到我呢度啊？嗯？你睇唔睇到我呢耳仔喺度喐紧啊？话你知啊，我一心情兴奋咧，呢耳仔就会喺度喐噶啦。真系好耐未试过呢种感觉啦。啊，仲有啊，正话你咧，咪一拳打到嗰个爆拳飞起嘅，简直系大快人心啊！老实讲啊，嗰个爆拳呢个衰人，成日做埋啲衰嘢，我一早就睇唔过眼嘅。啊，记住啊，咪讲俾李将知啊！佢哋两个喺度笑乜鬼啊？唔好再提嗰个衰人啦！如果唔打到佢摊摊腰，我心里边嗰啖气点啃得落啊？有排都呕唔翻出嚟啊！包拳还包拳，而我呢就还我啦。总之我一定要同你进行一场好好嘅格斗啊！因为好难得有咁嘅对手噶嘛。同你呢个对手比赛，真系令我觉得好兴奋啊！今日可以尽情玩下啦。好啦，我哋睇下边一个好打啲啦。嚟啦，我哋开始啦。第五回合，蒲凡幽座对阿振开始。好高啊！阿振选手好似支火箭咁飞咗上天空上边啊！呢度啲风啊，真系令人觉得好舒服啊！呢个岛真系好靓啊！等我赢咗冠军之后咧，呢个岛就属于我噶。到而家仲未翻到嚟，佢到底搞乜鬼咧？喂，快啲翻落嚟啊！好啦，我而家就落嚟收拾你啊！佢而家喺正太阳嘅中间，阿振选手以极高嘅速度由高空直冲落嚟，扑向幽座，直管嚟啊！识飞有咩本事同我斗啊，幽座？系度扮飞机，等我打你落嚟啦！呢一拳果然好有力啊！今次真系可以痛痛快快咁打翻场啦！
优助的对手是风侍者阿震。另外魔圣侍者队的大阿哥尼将亦在度虎视眈眈，究竟优助可不可以打低他们两个呢？あの人とかいう野郎、カトコみてえにブンブン飛び回ってやがって。あれじゃ裏飯は手も足も出やしねえじゃねえかい。こうなりゃ霊眼の一撃で狙い撃ちにするしかねえ。ああ、おい、どうすんだよ裏飯。次回風遣いの陣、嵐の空中戦。ねえ、俺の出番まだ。